今天艳阳高照，日月潭的山光辐射非常漂亮，远方是慈恩塔。船上的游艇今天数目算是蛮多的，远方是文武庙，上方是日月行馆，日月潭的地标。远方是伊达少，万人涌渡日月潭的登陆地点。从水色的环湖自行车到起点，走到信坛，经过教室会馆，环绕一圈到达梅河园，大约40分钟。林里乌来科，这是日月潭特有的树种。乌来科，因为它的经过砍伐后，树干会涌出树翼，所以又被称作林里。寒碧步道全长约1.5公里，脚程快的人30分钟可以环绕一圈到达梅河园。水色码头，这是每年万人涌渡日月潭下水的起点，全长大约3.3公里，到达伊达少。这是停车场，也是水色游客中心自行车的起点。